大家好，今天大家来看一点比较特别的东西。这是一个很多年没人住的房子。这里是有人在这里烧炭，有一个炭窑。这个房子很多年没人住的，从屋子里面都长了好多竹子起来，直接穿上那个网，穿透了那个网，竹子就是从这个屋子里面长起来，然后从这里穿出来。这边也是的，不过这边这个是从外面长出来的。我估计他这个房子过几年的话都会被那个竹子包围了，因为现在竹子越长越多。这个房子现在是属于那种危房状态，有的木板已经断裂掉了，所以我也不敢进去拍。现在我准备用这个无人机近距离去拍摄一下。